妹妹们，欢迎来到姐姐的粉色城堡。跟妹妹们介绍一下姐姐收集的粉色包包。56岁女星伊能静，浑身充满少女感，连收藏都有满满的少女心。近日，她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购买价值超过数百万元的粉色系列名牌包。我真的很喜欢粉红色，而且我觉得大人的粉红色呢，其实是充满力量跟独立的。越是成熟女性，其实越适合粉红色。很多人把粉红色归为少女的颜色，我真的不这么认为。因为粉红代表这个特殊的女性颜色，其实是需要有力量来支撑它的。所以啊，首领女性的粉色更是需要粉粉的哦。伊能静介绍的开心，留言区却是酸言酸语，有网友不留情面说，这种颜色款式不保值，竟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。有网友跳出来缓颊，一群人说他买的包都是不保值的，他不需要保值啊，他又不卖，怎想的啊？你们用来珍藏，以后要传给米粒的。别担心，人家还有女儿小米粒可传承，而且伊能静向来也不管酸民的批评啊。姐就是完全不管别人的眼光，做自己的感觉。